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到车上，今天晚上给小宝宝洗个澡，然后因为在这个车上可以开暖气，顺便到这个车上来玩一下，好久没来了。哎呦呦，子安每次到这个车上来就喜欢看电视。我们先把暖气打开，然后再把空调也打开，因为我们要快点把这个温度给弄起来，好给他洗澡。Hello，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？这个是隔水的，因为刚出来不是放了浴巾就会弄湿了。今天我去了派出所，然后去上户口，因为没有带那个结婚证，所以上不了。问了一下呢，那个名字的问题呢，就是要先把他在医院里面报的那个名字上去以后呢，再修改。然后审核通过了才能够把那个名字改过来。最近呢回来的天气都是阴雨天，有一些人发朋友圈说一个多月了，长沙一个多月都没见过太阳，但是我们这边的话确实也是至少半个多月吧，就是很少出太阳，偶尔就是太阳出来一下又回去了，所以我们给二宝洗的澡呢洗的少，每次洗澡呢都跑到车上来洗，因为车上比较暖和一点嘛。我要打喷嚏了都，刚刚可能在那边开空调的时候那个风啊吹了一下。他的帽子呢？我帽子在那。现在在等那个室内温度能够达到20几度以上，我们才能够给它洗。现在温度太低了。不行了，我不行。别吃了，太多了。24度，可以洗了吗？大概25、26度吧，再洗。可以洗了，现在已经室内温度24度了。我先加点热水哈。快关门，好冷。好了，可以洗了。妈妈娘给我搜索皮，爸爸娘给我搜索皮皮龙那对，好不好？皮皮龙。皮皮龙，把这关上。皮皮龙。有点怕，没安全感。先洗小脚一下。没安全感。Hello。他抓住他的手，因为他悬空啊，他就不能动。叫什么声音？浑身不舒服。你呢？大腰腿，不是腰痛，肚子痛，是。嘿嘿嘿。刚刚我还给他做了一次按摩。给他做了按摩。给他做个什么操？排气操。排气。今天给小宝洗澡，然后我专门在网上学了一套那个排气操，今天给他做一下，也自己熟悉。到了快到2个月的时候呢，小孩子他就容易那个肠绞痛，然后有一点胀气嘛，
所以它就会哭啊闹啊什么的。我们就是也要预防一下嘛。现在虽然说没有那种定期的有规律性的时间的一个哭闹啊，但是还是要给它多排排气，多做做操。我好像是要先这样子抚摸一下的，还差一点就玩通关了。然后这个你干嘛关掉电脑吗？你就知道玩游戏。现在外面正在打雷。洛洛，我问你，你作业做完了没有啊？作业？哎呀，早做完了，做完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这样。一会儿数学。用那个膝盖去踢，踢，踢，还蛮配合的。什么玩意儿？这辆车好像很熟悉啊，我一定在哪里见过。我不还不敢用力是往上去，他们是要抵到这里，踢的。小孩子是可以做到的，因为他的骨头很软。舒服吗？默认就是舒服。感觉像是在趴着。对，那这小孩子肚子挺，其实它是大。还有就是让它趴着就行。没力，脖子还没力。青蛙趴，这个是万能趴哦，还可以这样子。他好幸福，以后长大了可以看自己的，刚出生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视频。还可以弄弄这里，让它抬一抬，练习抬头。趴着它是最有安全感的。哇，这个抬得这么好呀！自己搓你，这个抬的这么好。